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的赛事直播，我是王睿。今天呢，很高兴和丁烈老师一起在演播室和大家共同关注一项全新的赛事——湾区杯第一届中国围棋大棋士赛。丁烈老师好，瑞姐好，棋迷朋友们大家好。对，那么这个大棋士赛啊，哎，这个一听就是让人耳目一新啊。对，第一届。对，这也是我们今年这个刚刚创建的一项新的赛事，这个名称也很好听，是不是？对对，因为我们这个一般棋手呢，也可以称为棋士，是吧？对对，那么大大棋棋士，士，这么一听就是一个很让人有这个去争夺的一个荣誉的头对衔，对，像棋圣啊，这个这种感觉就很厉害，对，听上去，听起来就很厉害，对。是的。好，那我们看到比赛呢，也是在今天中午12点打响了。哦，这是面棋。它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两位棋手都在同一个赛地，那么就可以面对面下棋；如果是不在一个城市，那么就在网上进行。哎，那么这个，之前的比赛好像面对面都是两个人对，要开电脑，是，现在可以面对面下。是的，你看陀佳希，他今他天好是像是两个和赛黄毓区。松，对，他就是两黄个毓赛松可区，能在杭州杭棋院，州，对。跨赛区就用电脑。是，其实这样的也是比较人性化一点。如果两位棋手，你想都在一个赛场，甚至是在一个对局室里边，那肯定还是面棋还是面棋更好，舒服点，对，更贴近这种大赛的氛围。对，啊，迷停九段，迷停九段前几天刚刚是在龙心战当中对，和谷子豪争夺的这个冠军，但是。1-2，对，很遗憾是屈居亚军。那么，我们首先跟大家介绍这盘棋，就是谷子豪对谢尔豪，二豪。刚拿完冠军，对，谷子豪。哎，谷子豪今年的成绩特别好，不仅拿了刚刚的这个龙心战的冠军，对，还有之前的阿含铜山杯的冠军，以及天元赛的冠军。拿了三个今年有已经三冠入手了，所以今年好像在国内赛场上，谷子豪是夺取冠军最多的一位棋手。现在他又开始征战这个大棋士赛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内的赛事啊，这个争夺是很激烈的。对对对，谢尔豪也是世界冠军啊，这第一轮就是世界冠军之间的战斗。是，这每一轮其实都是一场硬仗。那么这个大棋士赛呢，它是有32位棋手参赛，等级分前31位乙级和一位特邀的荣毅，一位荣毅好像深圳是队，深圳队的棋手，哎，作为拿到了外卡，所以这32强呢就组成了今年这个第一届大棋师赛的参赛阵容。那么我们今天进行的是这个32强的上半区。好，那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二豪之间的对局啊。好，好，我们这看一盘棋下。是谷子豪的黑棋。金小木，单关跳。哎，谷子豪和谢尔豪呢？你看他们名字都带一个"豪"字，是吧？而对，且好像也是同龄人吧？我印象中他们俩都是98年出生。对，应该都差不多，对。年轻。而且我看了一下他们两位就之前的交手战绩啊，7-7打平，就是真的势是均力敌，势均力对。敌。但是最近几年的成绩，总感觉谷子豪是明显要好一些。是，谢尔豪拿完世界冠军之后，好像国内冠军拿过一个中王啊，还是什么，拿你过肯一定是个拿过国内冠冠军，军，对，但之后好像就没有再比较好的一个成对，绩了。好像谢尔豪出成绩更早一些，对，他那个拿世冠，当时是打破纪录的呀。打破或者甚李至昌是镐的记录，好像是最年轻的世冠吧？没有，不是谢豪吗？不是李昌镐的记录，好像没有人打破。啊，现没在打破吗？我当时，哎，我记得他谢是豪，那你可是能打破的，他是可能进4强的记录。他啊，当时好像是不到14岁，进就4强。是当时是百灵杯吧，百灵杯是就是非常小的时候就进了百军杯的4强。当时是我让人印现象非常深刻，我就现在说一出直成以绩很为。早。我现在一直以为他是最年轻的世界冠军。可见他当时这个成绩非常好，出成绩对早，让你留下深刻印象。对，对，他是挂完一靠，对，他这个，谢尔豪这个棋出了名的快，谢尔豪棋，是吧？棋感非常出色哈。对，就是一般来说进程都会比较快一那他和李清成谁快？
这都是他们快，可能就也不比谁更快了，可能我感觉已经是快到停不下来的那种，都很快。对，谢晓豪、李清晨，包括芈玉婷，这应该都是下棋比较快的棋手。哦，我基本上很难见到他们读秒嘛。嗯，你当然这个大棋士赛呢，它是一个慢棋赛制，每方两小时，每方两小时六十秒的读秒五次。对，嗯，好，然后接下来是拖。这个看起来好像也是像是有套路的感觉，这里一靠，这边一拖。嗯，是吗？也他靠他是一手吧，是吧？你如果走别的，他可能局部就要纠缠起来了。如果立嘛，他可能也就当一种交换啊、就便就感觉上便宜一点，然后还是还原心情是吧？来下定式来了、嗯，这个还是太常见的一个很常见的变化。对，这个拖在三路，在搬在二路，这个现在是最常见的变化。嗯、接下来。拆一，哎，比较扎实，嗯，扎实，对，因为现在没配合，贴起来可能配合不是特别好嘛，这拆一还是感觉更稳一点。这个拆一是不是也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一种下法啊？对，反正不要拆二，拆起来的话，现在定式基本都是拆一，拆二为什么不好呢？拆二的话，它有很多，第一，这个头也比较软；第二，你拆二，人家逼这个，将来这里边感觉。借用啊，问题也比较多，不太干净。比如说我加你一个，忍是肯定忍不了的，被打一下你冲出来，那这力你加上我尖出来，就有这种强行的这种手段，就是说拆二不够厚，而且头也软，人家管是绝仙、你拆一的话呢，第一很扎实，这个上面也黑的也走不动，一手其实不干净。对，所以这个总体上来说味道比这个要好得多、要拆一、这个肯定是要拆一的，不要拆二。对，拆二不扎实，挂角。这里黑棋脱线，对，这个挂小目。一间低夹。也飞压。这个现在一间低夹飞压了定式，好像也挺常见的。对对。然后这个定式被 AI 改良过嘛？改良过之后，大家研究的也比较到位了。对。就糊起来了。这棋要小尖，现在这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棋是小尖的。原来是不是？原来飞一个，原来是吃的。吃。对，原来二尖高加这样的棋形是飞的。以前呢，古老的定式啊，这样是飞的。哦，这个这样紧了一气的时候是。紧了一气，以定式书上都是吃的。以前。让这棋黑的扳死，这是以前，非常传统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定式吧，对，定式书上都是这么介绍的，这定式。但是 AI 出来之后，很明显，这定式 AI 告诉我们，这个双方效率都走的不太对。白的这个棋要追求效率，尖在这儿，效率高一点。黑的这棋也是跳在这儿，效率更高。以前我们都有点还是它拘泥于局部的一些味道棋形，所以这都比较扎实。但这个其实白棋缺陷比较明显，是逼住。很不舒服，将来有一飞是不是？飞太痛了，但你手的话，你尖顶，我就再搬了打你一下，白的太重复了，效率很低，所以这个反而是有点局促，对，所以 AI 当时这个定式看见之后，确实大家很快就认同这个手段，确实能理解。但是就是在 AI 推荐之前，好像就没有人说这个点好像不是这个感觉，想不到是吧？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棋手就感觉味道不是个盲点，味道不好啊，不扎实啊。对，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小时候学棋的时候，老师讲，包括定式书上根深蒂固的，就是这是教科书般的定式。对，这个就是第一感。对，也没有人提出过要尖。其实这个尖看起来是没有这个对这个子的没有挤住他的气，自己呢好像不松一点。但是 AI 一提出这个下法，基本上棋手们一看就马上就认同了，是吧？对，只要一看见这个，确实，我看见这个，我感觉就是明显比这个好。但是 AI 没出来之后，确实没有人往这就看不到，没有人往这想。哦，包括黑棋也是，你说这棋跳一个也很有启发，这棋肯定比搬强。搬一个还是太慢了。哎呀，这个确实是有道理啊，这个跳还是效率高，进行了改进。对，然后这个实战马上靠，这都也是 AI 的招。
这都是拿 AI 研究之后。对，这两位棋手，这个对 AI 的这种套路也非常熟悉啊。对，这个靠比赛当中现在也见了好几回了，已经。我看他们这局棋开局落子很快。啊，那谢尔豪在肯定快。谷子豪主要是有谢尔豪在。谢尔豪是肯定快，谢尔豪。谷子豪下棋好像也不慢、啊。也不慢，你想他的快棋就很厉害嘛。对。阿含铜山杯还有这个龙兴站都是快棋赛，两个、这两个大赛冠军。对对 对, 对。对吧，所以他快棋。但有些下的慢的，像以前下棋特别慢的棋手，他快棋也不见得说就不行，快棋也还是很厉害。嗯。但下棋习惯可能会下得很慢，甚至于他会觉得下到读秒可能更舒服更好下一点。对。有也有这样的棋手，嗯，对。那这个打完一打完接着爬，这些黑棋搬上面，我看之前谁下棋谱上搬下面有，搬下面白的连搬黑的就粘上，这个好像也见过，对，白棋这样靠两下就当先手便宜了，搬上面，搬上面是想往前再拱一拱，往前再爬一爬。然后他先跳一 下，对，这个跳到还是、还是很好的一个时机 吧、这个、万一这地方走多 了走后了就担心跳不到了、所以他先跳，先跳，跳到肯定是便宜的，跳到的时候再断一下，再断一下、这时候黑棋也只有吃是吧，黑的只有吃，黑的这两个，这个两个次序不能搞错、要先断这边再跳就跳不到了，后手了，对，啊，接下来断完脱先下来比较灵活。哎，因为他断完脱先，他是一个思路。因为本来这期如果白棋跟着硬搬了连搬，他是不需要断的，他直接搬了连搬就行。就是先手。对你打完应该不能反击，因为这断打出来受不了，打完应该只能粘嘛。如果他连搬的话，大致就是打了粘上定型，粘上是吧？这样白棋会落后手。对，这也是一种下法嘛，白棋就把黑棋封住，也不是说不好，他实在是思路比较灵活。他断一下呢就是为了脱先。因为如果不断这下直接脱先，将来黑棋这地方走出来之后这就断不到了。他断到的好处是上方人多了一个打吃的决心。对，他对多了个打吃的决心、肯定是便宜了。所以他这是一个构思啊，他断完就是为了脱先的。他如果局部要走的话，其实不必要断这个。他就觉得上面这条边价值更大，他觉得这地方吃可能有点慢。因为这个更宽阔嘛，这条边速度更快啊，价值会更大一些。啊，这里黑棋就是点一个定型了。点一个定型。点个之后再把这边跳出来。这样子白棋保留一个保留打拔的一个手段，对，但当然他也可以先不走，对，就是留着，这打拔也没有那么大，就是以后的一种手段。哎，现在还是继续抢大场，抢大场、这条边看上去就是最宽阔的一条边了，所以这个应该比较大，它是靠，哎，靠这个靠完拐好像也是这个之后的见过好几次这下法，靠完拐，靠完拐。那么如果这里白棋不走，黑棋就是打吃吧？不走，这是打吃。不走，这是你这是要粘还是度过？粘上，度过的话就变成打结合了。对，我只能粘了，只能粘这个。你就搬粘是吧？对，这个棋死活出问题了。局部不活了，这黑的这样黑的还是太舒服。这样的话，白棋虽然能提到一个子，但是这个假眼。假眼没活嘛、你爬我搬正好，这也没眼。所以拐基本上是个先手。应该对，没什么特别重要的时候还得硬。必须要硬，它是补在这儿。对，它硬的还比较积极嘛。嗯。因为补在这儿，你再打它就，哎，这打住还粘上。粘上吧。粘上，粘上。粘上。粘上的话，明显这个扳就防住了这个扳粘，对，还是一个好点，一个急锁。对，反正这样活了就行。这是一种交换，拐一下这个交换，拐一下这个交换呢，也有利有弊吧。对这条边上来说，肯定是亏了。那就是现在呢，他要发挥出这手棋的一个作用。对，因为我打你，其实他没事可以来试试硬手。你如果粘上也有坏处，粘上的话，他这粘完扳。这地方上面的头啊，黑棋会很舒服，有很多的借用，这其实也有点麻的。如果这地方发生战斗，打完粘完搬过来也很舒服。
就是他什么时候，但是黑棋会随时打吗？他可以试一下，先打。他打也有可能会担心打住不见得便宜，倒也有可能，因为以后也有这种搬的可能。种种，但是他可以试应手，就说他这地方多几个子厚了之后啊，嗯，这个交换从实际上来说，我觉得黑棋是亏的，嗯，因为本来我这棋将来立一个，那还是有点潜力的，嗯嗯，比如说我先围一个或者将来立，这个交换目数上是有些亏的，但是从后薄和上方战斗发生的话，黑棋这个能发挥出作用，所以现在黑棋可能就要把焦点放到上面，是的，现在他尖冲，对。这个我觉得跟这个拐的下法应该都是连贯的思路吧。嗯，接冲完一跳，就把这当一种打入的手段看就行了。嗯，这样白棋是没有心情在下边度过的，是不是？度过主要是度的不舒服，所以一般这种棋形不太会往二路走，因为你度过只有这一种，你别的你也过不去，你只能走这儿。狗叫其实它还有也挺半吊子的。对，将来黑棋真要用强，将来还是能够。你可能现在不会下来，但是这个白棋、嗯、这种棋下出来，自己心里不舒服的。被压低了哈。本来价值就不大，我这跑二路去效率就不会高嘛。嗯、然后还提心吊胆的，好像连吧也没有连的特别扎实。对，你看这个渡过总共也没有几目棋。对，所以跳出来所以这种棋是比较正义的一步棋。一般是不会往二路去考虑的。嗯啊。黑棋还有心情是吧？黑棋虎嘛，它有多方面的作用，不像白棋飞那么简单，对吧？嗯、黑棋虎还有把自己走后，甚至有虎住我威胁你的脚，它这个棋用处比较大。刺，嗯，刺主要是为了灭黑棋的眼啊。其实刺。你要真说从实地上来说，我觉得刺一下有可能还是亏的。对，脚伤，对脚伤有点受伤了、哦，有伤害。这棋形稍微有点打架，对，稍微有点打架的感觉。但是他这个其实为了灭黑棋的眼，嗯，这样的话黑棋下的就看上去白棋把黑走重了，然后跳，嗯，对，还是其实对黑棋这五个子要施加一些压力，是不是？对，白棋还是想通过攻击来获得一些利益，来定型嘛。先压。嗯，压肯定得退吧。嗯，这棋不能顶住。不能顶哈。不便宜，顶住味道太坏了。将来就是这有虎完了点，或者说点、嗯、点三，这个味道太坏了，肯定不便宜。这种棋一定是退的。还是要退。嗯，因为退你将来虎我挡住。你一路搬砖都没有了、哦、要好得多，这个子儿作用不大，对，还是退的好。 嗯， 嗯，贴完了一跳，嗯，这个够狠的，这个继续在这儿抢控啊。对，白棋其实理想图他这跳出来他的意思就是可能你走一个中间你出个头他这挡、嗯、这串呢他就算攻击有收获，嗯，通过攻击获得了这个实地的最大化，嗯，效率还是挺高的。那黑棋就非常的凶，够狠，这棋不用管，继续捞，再捞，对、嗯、继续捞，继续捞，继续捞，他不担心吗？我们看看这个，他也是试白棋一个应手。白棋局部如果目数最好的，你肯定是挡这个。嗯，那挡这个呢，那我就立。由于这有冲断嘛，这黑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嗯，这样他一边捞一边制孤。对，所以白棋没有肯退让。白棋实战这个也是挺拼的。他是冲了粘上，冲完粘上，冲完粘上，他威胁你啊。这个你现在不走，我吃回来，你这几个就没什么便宜。对，没有占到便宜。你如果要继续进去，那中伏白棋可能就要亮剑了。要动手，但是黑棋确实它也是虎的，实战就虎。但实战就是虎的，很凶。顾子豪对顾子豪这个棋真的还是拼得凶。也说明，其实我觉得状态确实应该还是挺好的。顾子豪，这个很自信。嗯。这个完全不担心，就是在前几天刚刚是二比一赢了米一平啊，拿到了龙星对于自己这个棋的死活和我感觉很状态很好，胸有成竹的，是气势正盛。那么白棋，嗯，下好，看上去这么一走，黑棋出头是比较困难了，头是一时半会儿是看不出一个能简明出头的方式啊。
这部《小尖》是不是也是就下到这里的时候有什么选点吗？小尖应该第一感吧，第一感是尖，容易想到你不尖怎么封呢？不尖封不好啊。因为我在想这三个字是不是那但这明显是个口子啊，但这边也那他所以他得算嘛，他就觉得小尖一眼刚才说一眼看上去黑黑，其实这个口子不是很容易出来，对，就是在封锁的时候这两边不知道该封哪边，这里肯定是实战选的这边，因为这里你不管怎么像我一眼我就看见黑棋溜了，那走这个的话呢，刚才说简单看的话黑棋没有简明出头的方式，没有简明出头方式，对，那我们看看黑棋啊，他的实战选择。现在黑棋首先要处理好上面这块棋，不能死掉，对吧？死我觉得倒是不至于，但是这个棋呢，作为黑棋来说啊，就是你不死，你也不能为了做眼一顿乱撞，把周围撞伤了。白棋如果封住的话，我感觉白棋也挺满意的。你看这一串下的白棋好像还是挺愉快的吧？挺愉快的，但黑棋这个他是有想法的。他这一串撞完之后啊，我们突然发现，白棋好像不太敢粘了。不敢粘是吧？如果粘，粘的话呢，我这就打掉，我就全走掉。他这个交换掉一袜，袜粘，对，这里有一袜。这个棋黑棋肯定要来硬的了，这些都是在积蓄力量。对，不然的话这一根拱就是有点俗手。对，他一定是有很暴力的下法。对，你说粘上的话，他给你断了，拱了一圈。但是不得不说，他黑棋这个气还是挺长的。这个对杀的话，白的应该杀不过。这一段，这白棋应该是要被吃的。杀不过黑棋。是黑棋，如果说挺直接的这下法，哎，他这个如果不打呢，可不可以直接挖断？啊，这什么都不打，直接挖断？哎，不行，他真死了，哎，真不死，真不死，就是这个打可能将来打不到，是不是？在走之前，不是肯定是打不到了，就是我感觉你长，我是不是直接贴出来，我这都可以不要，你这全死了，我打完加你一个。是或者二路扳扳，这黑的应该是不敢，所以想都不敢这么想吧。所以还是要先在这里交换掉。对对对，只有而且我刚才强调这下都得打掉，这个、打掉我都担心这打完这个都打不到。哦，你只有全走掉再断。对，这目标就是一定要跟这块杀。就这个打再打都是准备工作，准备挖、这次序很重要，你不能先挖，因为先挖撞伤这块，你这块也不能死啊。在打的时候，白棋现在呢就要慎重了啊，不能粘了。他现在补，对，白棋还是防这个挖断，还是防挖断的。看看黑棋怎么走？黑棋如果说提掉或者在上面打，黑棋也没有选择提。不管是走哪个吧，在中间补一个。就是黑棋如果提掉，白棋是不是只有把这黑棋给杀了呀？如果杀不掉。感觉白棋应该没什么收获，毕竟黑棋在这里先已经捞了一步了，对吧？捞了一步，而且这很奇怪，我这地方我将来小尖，你这个活也会活得比较难受吧？可能活倒是能活，这如果杀不掉的话，黑的这再一顿攻击收获巨大，能杀掉吗？可能是要杀的，我不知道怎么杀，怎么办啊？不好活，这头怎么？出不来了，那好像已经死了，那不行，那确实好像杀掉，这得出不来了吗？他这边打我打过，就、我不能让你粘完搬出来，你打我就这里这时候黑棋我打，这我肯定要走这个，对，这个没有关系，你拐我就搬，我这都，反正主要是关键是这里不好出头是吧？对，不好出头，而且我搬到这儿，你这搬我就吃了。白的好像眼位也不错，基本再走一个就活的。黑的这样好像是危险，看起来黑棋的对比较危险。所以没敢提啊。实战当中也没敢提。这个孤子豪是没有提，就没打，没有提就不要打。他先搬。这个先搬。先搬，如果说。你要挡，那他就要提了吧？对对对，那扳道活了，扳道肯定活了。
这是他的意思。对，你挡我，甚至于我是不是再搬你一下，对吧？再搬一下再骑，这样好像搬到，因为你走可以打住了，眼位比刚才好的不是一点点。嗯，这样肯定活了。所以搬的时候，白棋呢也不能硬了，是吧？对，白棋先搬这个，搬上面。他为什么要先搬上面？先搬黑的一虎，你粘黑的都过了。嗯、如果我直接粘黑的是爬，再搬，再搬不就退啊？也唬不住，唬就拱断了。嗯，因为这边还有打。对，我就打掉嘛，冲完断，好像白的不行。对，这边因为打到这儿，白棋这里呢也不敢虎，如果虎，我不敢虎，对，黑棋一弯，嗯，这里一冲断，嗯，这个白棋好像是，或者我就打了算了，对，出不来嘛，白棋气应该还是杀不过，对、嗯，这个显然杀不过，这不行，这白的不行，嗯、虎不下去。那不知道跟实战局哪个好，这样的话你爬，比如说我脱先，我不是外面多一个先手。嗯，他实战是先搬的，先搬的话黑的虎到这儿去了。对，然后现在黑你得粘了，因为你再走是后手了，你再走这块棋黑的基本上是活的。嗯那就粘上，双方还是妥协了，这样黑的连回去了，活了。高一段落吧，到这儿下沉的一个转换，白棋封住这外面这后市价值还是不小的，还挺大的。但是黑棋之前毕竟捞了一票，黑棋还是捞得很舒服。这个实地怎么样？实地黑棋也不少。黑的主要这块还挺大的。这个有一个角。这个目前实地可能黑棋要好一些，但是白棋潜力还是有前途的，这个打一个先手啊，这中间还是很有潜力的。嗯，这棋还不好说吧？还早是吧？嗯、还很漫长。不好说。现在白棋打了一下，打了之后他是选择了提调拔花。嗯，比较稳。比较厚是吧？主要拔花三是木嘛。当然，这拔花也是一步。嗯，很大的，对，很大的，很有价值的一手棋。当然也很想在这条边上走，啊，看应该好像推荐挡下去。这个不拔是吧？是直接往下挡。所以这种时候判断其实也挺难的。这个感觉棋手也不太容易想到，这棋就往下挡。这个二字头给你搬是吧？给你搬就给你搬，我也不知道搬的时候白棋是走什么。他是要，就我就这个吧，就跳吧，走这怕断嘛。那就跳，那他还是比较在意实地的，是不是？对，嗯，就强围守住，因为你走多了也没事，我这搬到这儿，你这地方也没用，没潜力。对，比较实惠。但这个是我觉得棋手绝大多数这个局面，我觉得都会选择提。嗯，就感觉这个就很舒服，很大。在这个棋手的判断价值体系里边，像这种挡啊什么的，这个比较模糊是吧？这个价值可能会想到什么，我走这个呀什么之类的、嗯、就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大，对，就感觉就不会想。因为这个你看，如果被黑棋长出来，AI 这个就比较极致，如果是黑这个长出来对比一下，就潜力没了嘛，是中幅就什么都没了，而且还变薄了，我觉得提个对，虽然 AI 给的分是AI 这个是推荐这边，但这个我觉得棋手多半还是会棋的，这个还是符合人类棋手的这个价值判断的啊。但棋可能 AI 是觉得这地方第一中府确实不好围啊，我这个也不是很厚、嗯、这地方将来是不是还有点啊，那个空其实也有点稍微有点漏、哦、这个点就说要冲的话这边可以冲过去，就这个空好像眼见的也没多少，围不住什么东西。 但这个主要是厚啊，提的对黑的一搬，那确实也有道理，就黑棋搬到这儿之后，这个中府真的挺难围的。黑的这个头很高，你看黑棋现在采用的策略呢就是捞空。
黑棋就渗透就行了。他就把这个子，一步一个脚印，你看你粘，粘也挺奇怪。我继续捞。我感觉白棋这个时候的思路，他是非常的贯彻啊，就是一定要围中府，但这个思路是否正确，我觉得很值得商榷。白棋把所有精力都放到中间去了，这棋难道不应该立吗？立为这个边空大吗？粘上主要是这样，二路一飞，这个棋已经就无以为继了，就下边基本上没有空了，漏了是吧？走不动了，主要还是。那这个中府真的好围吗？你看他继续围，确实思路是连贯的。思路是连贯的，但是，我就觉得从判断上来说啊，这个思路不一定是好的思路。要边控损的还是有点大，黑棋我感觉相对来说黑棋思路也很连贯，你看捞啊继续捞，黑的捞得很舒服，一直是以捞控为主，黑的招招都在目上，对，白的这个一旦落空的话这棋就很危险了，因为实控中府就看能围多大了，现在就看这个中府白棋对，但是怎么成控，你这个中府很难自己单纯去围，因为这地头绪还是比较多，这地方明显牵手棋，那这个地方呢明显是也是一个大口子，对吧，至少也是一手，这个地方主要是也没有完全封住，这地方有断点，这打完贴出来之后啊也薄，要感觉借用特别多，像这种棋形的话黑棋可以去做文章的寻找头绪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对，不担心你成大空是吧，这个棋我还是站在黑棋这一边，有这个入侵的路径的，活棋相对来说还是容易一点，就不是很好围，这个棋不够厚。好，现在白棋靠上来。那这个其实也是觉得自己单纯围不是很好围，也是想找调的，但这个棋我感觉就有点奇怪，白棋这个步调啊。这个不是明显人家不可能缩回去的。不可能退的是吧，黑的不可能缩回去，肯定是要搬出的呀。那就是一个这是。白棋肯定是预想图嘛，对吧，白的肯定是觉得下成这样，那下成这样我实在是也看不出来白棋有什么好的，白棋下来，白棋下来，黑棋两边都活了，这中间将来再就出来 这怎么尾啊，这中间黑的还有妙手，黑棋先贴，这个适应手的好时机，对，实战白棋跟着搬呢，黑棋目数就便宜了，以后这个棋加过来呀，或者说这棋还有说还是不是还有断的可能性，这种手段，他随时还可以搬了度过是吧，我跟你搬这个搬，你又会不会冲啊，冲我吃局部至少是个打劫，黑的也不会死，或者说简单来说从目数上来说我加这个再贴一下就便宜了，这个主要是从目的角度考虑，是目也便宜，它适应手，因为如果说你特别狠的话你可以走到这儿，那走到这儿的话它就搬粘线手，所以它现在这个这是个很好的时机，时机对，来拿捏你这个实战还是白棋搬，因为不能被搬粘线手，这跟眼位有关嘛，交换之后现在黑棋飞出来，那其实这块棋黑棋肯定是活的呀，对，好像并不太怕攻啊，那这棋头绪更多了，刚才我们就说这儿没封住，这儿没封住，到处现在又多个口子更忙活了，白棋无非就是穿下来破了点黑棋这个目数，黑子本来飞到这儿你就算把这破光了就实木棋嘛，就白的下来可能破了黑棋实木棋，那中府如果就全没了的话，白棋这空太少了，就全盘的木呢，可能刚才不靠之前白棋也没有很好的选点，是不是，他就是很也麻呀，对，就是找头绪，调子不好，我是觉得白棋一个人自己为中府的这个思路，这个下棋行棋的调子会有点别扭，不太好掌握啊，一个人为不好走，我们看实战，实战他是搬了点，搬了点，这个进攻倒是黑棋也不是太担心，黑活嘛怎么都能活，白棋还是想通过攻击，对，还是上面封，就是把头给封住，白棋就是通过攻击来定型，这黑的打掉，
这个黑棋活得也很舒服啊，娴熟，很愉快。就是我们可以总结成这样嘛，就是白棋靠下来嘛，本来在白棋下，白棋花了一手棋，嗯，白棋花了一手棋，把这个口子封住，本来也封住的，就花了手棋破了黑棋点目，但黑棋这一方也长了一二三四五六，其实下来黑的没少几目棋，这个现在白棋落了个后手。感觉意义不是特别大。嗯，反正就看中府了。但我觉得像这样白棋这时控实在是有点吃紧啊，黑的目太多了。现在，嗯，黑棋先刺。白棋这棋效率还是成问题，这中间刺完了，从这里，这是真的狠。大铁，那这个是不给你收控的权利了。对，正常我觉得正常收啊，可能黑的形势也是不错的，也挺好。比如说我这地方定定型啊，钻一钻，钻一钻，嗯，就是渗透渗透，压缩压缩，嗯，黑的时空也是不错的。他这个就没有收控的可能性了。这个白棋如果吃不掉黑棋，他这是连根给你撅了，对，那就没得谈了。杀吧，这不杀黑棋的这个收不动了。战术战略，自信就是跳的最狠的下法。这盘棋我觉得顾子豪就下的非常的自信，嗯，他觉得信心很足，你拿我没辙，嗯，确实，就是从道理上来说呢，这之前也一直提到，白棋本身是不够厚的，嗯。不够厚呢，黑棋可以腾挪的地方、借用的地方就比较的多一些。对，只不过呢，就说他这种最狠的下法之外呢，其实有一些相对来说这个保险系数更大的下法。嗯。但是黑棋是认为要走就走这个最狠的。对，是吧？这个狠，而且他自信啊，他觉得占理啊没问题，能活。就我们看见好像觉得这个有危险，但是可能对顾子豪来说，他觉得他看得更清楚。你看着有危险，但这个棋呢，从棋理上来说，就是他可利用的地方太多了，他不担心。没错，他就是有信心。空间也足够大，孤肩搭背的走一走，感觉眼型还是容易搭出来的。主要确实是白棋自己啊，使不上劲儿，使不上劲儿，只能退。啊、你这里不敢用强，是不是？搬我就加，你自己就已经被断了。如果要搬这里。就加有断点吗？自身有保卫，所以实战还是要退，只能退。哎，这里不敢用强啊，又来搬这个。嗯，手筋很多，就是找你头绪啊。这个思路、就是、这个手筋很多呀。嗯，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就这种地方还是挺值得棋迷朋友们借鉴的一些智孤的一些思路。对。搬这个，你就是尽量的去找别人的麻烦，来达到腾挪的目的。如果自己一个人中间瞎跳瞎蹦跶的话，不是说那样不好，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下的就有点松，不够紧凑。对，这种下法是智孤当中很好的。是，一定是找寻找借用啊。寻找借用容易走两走就眼位就搭出来。这个你想，他白棋走在别处都不肯啊，被这连续的两下，对吧？这个是不可接受的，不可能的。所以他只能。他是猴，这里不能脱先。嗯，他要搬，他搬是担心。搬他是也觉得有这两打吗？哦，搬就可能会暂时保留吧。对，先保留，就将来这两打是绝先。那可能中间跳跳走走，对，眼位就出来。也是适应手是吧？也是适应手。他这一搬也是问问你。对，其实就是寻找头绪了。所以白棋弯一个。嗯，弯一个，反正他在顶，怎么着，他就利用你两下。嗯，利用你两下，这都没什么脾气，这也只能退啊。只能退。那这不能不走，这不走被我打完一粘，你还不能断我，断完打完这有一挖。嗯，你说比如说这里，怎么样来分断一下哈？嗯，这打完一粘可能要吐了。你如果断，这好像有个挖。嗯，好吧，你打完了可以贴在这儿是吧？断开再去活脚，能活吧？应该能活。但是留一个味道，对，是吧？或者这还有小尖，反正能跑，或者黑的先可以先这边先走嘛，或者打完先跳之类的。
就是说，即便你白棋再走一手，我黑棋也不见得会死。那这地方头绪太多了，太薄了，白棋。白棋考虑之后还是再接着长。没办法，这棋白棋发不出力。哎，对，就是这种发使不上劲儿的感觉。嗯。然后看看黑棋，啊，他是长这个。这下的真的效率很高啊！这个棋为什么黑棋会特别自信呢？觉得自己能活？我们会发现，通过这个进程，我会发现黑棋打出来之后，首先这地方它有借用，借用上了。你这块棋我也有借用，对，借用上多俩子，这块棋继续借用。一边做眼的时候呢，一边还瞄着断点、后屋、保卫，甚至于还有回家的这种可能性。嗯，这头绪特别多，这种棋怎么杀呀？对，不好办。这个黑棋啊，基本上是把这个行棋走出最高的效率了。反正借用都借用上了，黑的现在主要活了的话，白的时空应该不太够。再点，黑棋就贴过来。啊，这下法可能就比较多了。他贴过来，他不怕冲，这边不怕冲是吧？有没有冲断呢？不知道。试一下哈，如果摆，如果是冲，这个是长还是尖？尖一个，冲死了，冲死了，嗯，拦不住了，只能退。嗯，那准也不能转换吧？这个感觉什么时候挡就断。嗯、对，我如果这个转换好像不能了，不能哈。转换很明显，这个白棋死的更大。更多。对，这不行，这个图 pass、冲不了，冲不了。这其实是就什么，就算是战斗结束了，杀不动了。然后打这个。嗯，那无所谓啊。他。黑棋弃了，黑的是先长的，啊、哦，对，黑棋长，这不是，然后他再虎过来，这不是不痛不痒的吗？这有什么呀？这样的话，黑棋就已经是顺利联络了，是不是？刚才我们说这个冲不成立，那现在更不成立了，现在也不成立，对，不会往这一样，还是可以从这边冲过来，对，哎呦，那黑棋还算比较轻松的，对，很轻松，处理好，那这白的空。白的空眼见的这块棋大概十目，出点头也出不了多少，十目棋，白棋全盘可能三十多目棋，而且将来黑棋在黑棋中间好像也会长一些目，是不是？那倒也不奢求吧，你走什么你定定型总是白的先手定型的权利还是有吧。哎，如果黑棋将来长呢，这是什么？哦，这边不行，这边没必要吧？没必要，你就把这个白棋当先手就行了。嗯，我不冲断你，你给我点先手还可以吧？不要太过分了，杀我可能算了吧。嗯，想多了，想多了。时控就很白的，现在全盘就三十多目棋，粗一点。白棋，除了当然，你如果手脚可能能走到四十目，那黑棋这块就二十多了吧？这条边，对不对？二十五目棋。是二十六。这两块又三十多了，嗯，这个角四十五，十五，十五，小六十了，啊，白的时控还是要差一些，对，这个时控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嗯，关键是现在黑棋已经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是吧？都比较厚了，现在白棋是次。白棋就想定型啊，这气冲，他是退，那我再冲吗？什么？他没冲，他先在这儿断了一下。哎，我如果接着冲是什么情况？对啊，接着冲呢？我如果冲，你去挡，是要断吗？哦，冲完总得断吧。嗯。断了这两个子不是已经死了？搬。没死。没死哈。搬。
对，能扳回去。嗯。能扳回去。我如果腕，这一打，对，但我不能断了，断这边可以冲过来。对，不能冲。对。那冲一下，冲一下，走走重嘛，冲一下也不亏啊。然后先要这里断，收官，适应手断一个，问问你，看你怎么收。如果吃这个，吃这个它是它现在有个问题，它可能跟气有关系，跟这个贴有关系。哦，但这个打完了吃完了这一贴打吃先手，这个反正可能就更还是跟中府有，我这边如果要吃，不太一我样打，你提。那或者我就打了吃，你还敢不敢吃啊？或者说手段很多，他现在我有点明白，他想吃一个冲断。如果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你空扳嘛？啊，空扳，空扳，空扳我就空扳，长，我就长，你这得补。现在可以粘到这儿。他这个通过这个交换把这个跳防住了。哎，我跳冲断也可以打我先手是吧？那你得先，那你前面先断掉吧。是我不是怕断不着吗？如果能断着当然好了。反正有这个手段嘛，我不知道这个次序怎么组合一下，可能就别冲断，就先吃。你要是不吃就不吃吧，就算了。反正也是个适应手，看看白棋到底要哪边。实战白棋是选择要这边，要这边的话，他目数又亏了。哎，白棋是不是想杀黑棋啊？白棋这个棋，我一吃，这目数不是感觉肯就提到这儿，这目数肯定又亏了点吧？中府白的是要怎么冲断黑棋？对，现在黑棋白棋是以目数为代价吧，换取中府这个后势，是吧？那你就看你能不能杀掉对，接了。下来就看这怎么有没杀？有棋。感觉上不好杀吗？这个感觉头绪很多啊。这地方是什么？冲。它是冲，冲就顶住。然后拐，黑棋你看它继续立，对，黑的完全不担心，完全不担心这个断完点全不担啊。心。就你现在如果直接断进来，不是这白棋有点，自己，对，自己是不是有点什么？我就贴你一个，这俩不能不要吧？这个如果粘，这随便下下白的都死了吗？这，已经被夹死了哈。已经，没地如果儿，要搬就断了就行了，是吧？断也行，你还要挖是吗？摘都行，挖还要更狠的下法，断断。断一下清楚。对，那你这两个不要了的话，比如说你补这边，这能杀呀？这不能杀吧？这个眼位有没有可能啊？那我这就撞气呀、啊！就感觉非常的凶险，那撞白气，的，就要走这个，我就全就，跟着你硬嘛。对呀、啊，这个空间好像是活棋的空间。对啊，就走进，这不还有冲呢？这冲了断，不好吃，这边还有各种味道先手，我感觉我不顶太一个好也是吃。先手，对方手段太多了，黑的全是先手，这不能断进去，这不能断，这哪能吃得掉？这吃不掉。吃不掉，吃不掉。我们现在已经跟这个棋局是同步了啊，就实战，他们就是现在黑棋已经立下来，白棋还在考虑当中。刚才摆的就是看能不能，要想吃棋就得断，但是好像断也吃不掉。吃不掉，吃不掉，这肯定不能断。那如果说他要补，这里怎么补啊？冲过来，补。如果补一个黑棋粘回来还是什么？他应该会有点什么别的补断方式吧？或者他算了，他搬过来算了。啊？那我不是把你俩吃了吗？反正他也不吃你了。
那我活着还能吃俩？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也不知道，让你先单关回去。我感觉白的怎么走都不会很满意吧？我单关回去之前，我肯定这地方我们都走一走呀。比如说，冲断不成立，就比如说顶一顶，嗯，唬一唬，定定型，再回去。所以现在白起呀、啊、也在考虑这个怎么定型，是不是？反正在考虑自己墓到底去哪儿了。想了5分钟没想出来自己的墓属在哪里。那刚才脚上这个交换墓属又是肯定是黑棋便宜了，肯定黑的便宜点呀、啊、不就等于黑棋加了一个冲了吃了一个，你白棋里边吃了一个吗、嗯、肯定黑的便宜了。不好办，杀是杀不了，这怎么杀呀、嗯、现在是白棋吃棋断是不成立的，就现在看怎么样来定型了。那定型完了，就我们可以看白棋现在啊，不知道能定型能有什么收获啊、嗯、眼见的目前的目数来说，算你打先手好了。嗯，是吧，这块是石木棋，这个地方两目十二，22、23，30目，这角可能算你走完，你先手定型，你再把角围住，嗯、角上再给点石木，40目点了，点了，嗯，是、嗯、而且算你把角围住啊，把角围住之后40目，啊，黑棋呢？6、7、8、9、10、20、25吧。这块五目可以给吧，五目棋有吧，嗯，30目，五目应该是有的，36，这35吧，嗯，走，45、47、50、52，刚才白棋是40，是把这个已经给他对多算一手棋，多算一手棋，然后该黑棋下，嗯，但是就不知道这地方还能点多少啊？你刚才这块给白棋点空了？这个地方没点，都没点。地方不知道能点多少。那还是要稍微辛苦一些啊！嗯、白棋现在要不好下。这地方主要不好收，没几目棋。还在长考吗？谢尔豪还在长考。谢尔豪长考了，肯定代表着这个局势不会好，是吧？啊，如果说形势有利的话，对，因为他本身下棋比较快、嗯，是不是？一定是遇到难题了。对，他很麻了，不知道该怎么走。嗯，那这个大棋士赛呢、嗯？是这样的，他这个前两轮先在北京进行和在线上进行。嗯，决出8强之后。这8位棋手将会前往深圳进行这个线下的对局。嗯嗯，因为这个大棋士赛呢，也是由深圳宝安区这个来主办的啊。嗯，主办方之一。嗯，大棋士赛的冠军奖金也是50万元人民币，挺高啊，挺高的。搬这个啊，下子落子了。刚才瑞姐说的这一招，想多收点木出来。对，考虑之后。还是搬了，嗯，搬这个确实，那黑的是怎么走，把俩吃了，吃一个后，如果简单走，比如说走着吃这俩、嗯、吃这俩，主要你冲一下，我是走什么，冲一下是不是有点麻呀？冲如果挡的话，是不是怕人家断了？怕倒不怕，但挡住，我感觉被便宜了。哦，如果断的话，可以粘这个是吧？如果断这个，粘这个里面是双货。嗯，粘这木数感觉有点不太舒服啊。但你不挡的话，这个还是被白棋含在嘴里啊。对啊，所以这冲的有点难受。贴这下能不能贴到？贴不到。要不别吃这俩了，你搬我就贴，有点不太肯是吧？嗯，搬这个应该确实还是好一点，那可能就把俩吃了算了吧。嗯，吃俩不建议，决议建议就
连回去，这吃它不行，朴实无华，对，最朴实的一招。但我觉得决意如果推荐这种招法的话，决意一般就赢了，他就这个清楚。对，这就有点胜利宣言的感觉啊。对，他现在清楚，当官粘回去。有时候就是 AI 就是赢多赢棋的时候，他不见得他推荐的是最好的下法，但他一定是胜率最高、最简明的下法。对，最简明的下法。不闹了，哎，你看那个这。谷子豪不是我得闹一下。还是这个有情绪的啊，这种棋。就这个当官粘有点。这个是棋手肯定会往这种地方想。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哈。嗯。不是也不是不好意思，就是职业棋手肯定是要追求下的更好一点，效率更高一点，就很容易去想这些下法，都觉得不好，实在不行才会考虑这个。决意他就直接给你，我这个胜率高，那我这个可能不见得是赢的最多的，对，是吧？对，也不见得是最好的，但他这个绝对是没有变数的。啊、像这种棋下出来就不给到你任何的看不清的东西。他跳看得清得下，对，没有风险啊。嗯，但这个呢，我也不知道这之后便宜不便宜，确实是也很难说了。你们挖一个，看看这个怎么操作了啊？看看顾子豪怎么操作。挖一个不错。发现了什么？你就想不想让你冲吗？我想双先嘛，你冲我打你一下嘛。想双线交换，哎，我看我只能走这里。那这个比刚才这个被打到了，那舒服。这个被你对，这个被你便宜到了。那我如果吃这个呢？那我也便宜了。那你粘回去，那肯定便宜了呀。嗯，也便宜了。哎，那挖一个还可以。嗯，挖一个看着还行。如果走，打。哎，我是粘还是提呢？嗯，都便宜了。我提吧，还是提吧。嗯，而且我挖好像没损木，粘木也不亏。这个感觉白的，这个还可以，白的不行。对。因为这个活起来也还可以活到这儿，这活的好大啊！这个黑的还可以，这个错挖一个感觉还可以。看看下一手黑棋是不是选择挖？谢豪，哎，那我不挖，我这样单贴好不好？嗯，贴不到呀。刚才我也想单贴，贴不到。你再打我长。那总是这样挖挖，你如果也脱线的话，我会好一点吧。我粘到这儿，有可能虎，我粘到这儿可能比刚才那个好。对，但是挖一个，但挖也不见得挖得到，就是好就算了嘛。但这个贴好像损木了，这样的话粘白就长。我觉得白的可能也会这样选 B， 刚才跟着硬抢，这两个子还不能给吃。挡在这儿，对，挡在这儿要是成立，那比打吃效率更高的多了。冲过来之后也没事，这挡在这儿确实有点拼的。啊，这一代他们还是比较慎重的。嗯。这个肯定是最后一个胜负处。嗯，就是跟死活无关，黑棋活棋肯定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双方这个定型啊，很关键。对，如果白棋能占点便宜，刮点木回来，这棋还能收。如果黑棋就安全运转，定型的好一点，感觉黑的木数要领先一些。对，可能白棋就之后已经没有什么。可能争胜负的地方了，是吧？之后就是走完定完形势就去抢这个角嘛，抢角完之后就收官了。所以这就是可能是本局的一个最后的胜负处，看看他们是怎么定型的。这盘棋前面下子进程很快，是不是？对，好像在中府这一带节奏一下慢下来了。但是谢豪时间多呀，他有的是时间想。12点开赛的话，每方两小时，现在。该读秒了。对，现在应该有人要进入读秒了。已经4个小时了。现在是该读秒。哦，每双2小时的棋，5次1分钟的读秒，1点开始下。12点。12点开始下。我想这得下到什么时候？哎，什么意思啊？白棋虎这个。
翻。帮我一粘。你能粘吗？哦，我能啊。怎么个意思啊？对，你可以断在后边。这是怎么个意思？这边还要这个冲，哎，粘是先手是吧？我可以先冲一下再粘。粘，你这个要补吧？补啊。吃上。然后连回来，这样定型。那定型，把这吃了。你把这吃了，这个角没了。你刚才点木还是给白棋点的比较松，是吧？对，白棋尽量的多算了一些。然后实战好像就是这么下的。哎，但是他没有粘，我看看。他这个能冲吗？我们刚才看啊，实战就是这样，靠扳，然后，对，粘上，然后白棋粘。啊，这怎么还能往下冲啊？对呀，这个冲，这一反冲呢？吃，那只能这样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断了。那杀力惊人啊！那你断了，死了。白棋死了。提，这有什么？粘断，这看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只打完冲断杀这边。这什么？这地方冲断，跟这块杀，跟这块杀，白棋快一气嘛。跟这块杀是白棋快一气，然后黑棋这一扳，你是只能收气，对吧？不过，吃这个，尝一个，把这杀了。啊，这样子。白棋再把这杀了，形成转换。黑的再得左脚，白棋再把这围住。对的，对的。哎，这个黑棋这啥呀？这个转换是什么？对呀，为什么要下的这么复杂呢？这转换谁便宜啊？判断一下，是吧？14、24、30多目棋还好，加上这40多目，45目棋。它这边木是比较干是吧？就是一些籽，就是籽，对。这还挺大的呀。黑的不亏吧？不亏，其实这个点点整体的目就行了。你肯定应该是黑的赢了，我觉得。对，我觉得这棋的应该黑的赢，黑的不亏，黑的应该不亏。但是黑棋这波操作确实是，一定要显示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是吧？就是判断精准，转换嘛。对，应该只有转换了吧？就转换。哎，我看看啊，我们回到复原一下，看起来。这应该一本道吧，我觉得没什么变化。只能这么下是吧？应该是，我不，应该没什么。这本来刚才我们摆的图是相对简明一点的，是不是？它是可以选择黑棋，可以选择相对简明，然后形式也不错。但是实战，黑棋冲，它选择一个吃，对，粘上，粘断，黑棋选择一个相对复杂一些的变化，或者是。顾子豪觉得就是现在白棋只有从这边走，这没有这个。白的只有冲断这个，我这边杀不过。冲，现在冲杀不过，只能冲。基本是一本道，一本道是吧？没有，应该是没有问题。冲了以后应该再接着冲。对，这边走不动。没问题。突
然产生了一个转换啊、嗯，转换应该还是黑的好。嗯，你说转换本身是黑棋好，还是说整体整体形势吧？整体形势还是黑棋，因为本身的话，我刚才也是粗粗一点，我觉得黑棋不亏。嗯，那我觉得就是黑棋好，我觉得黑棋不亏，那就是黑棋好。嗯，那我觉得真的是黑棋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很自信这些下的，你看他选择的变化都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变化。嗯，我还是觉得谷子豪状态好，就是状态好，嗯，或者就是厉害，棋这盘棋黑的还是下比较顺，他也状态好，就是算路、整个调子上来说啊，我觉得黑棋的调子要更加的流畅。嗯，白棋中府这个硬围中府这些思路，我觉得稍微有点腻，是吧？嗯，打吃了粘，现在白棋还在考虑。嗯，但打吃粘了以后，基本上还有别的下法吗？没了，基本上就这样了。冲断，哎，打这个来不及是吧？来不及，反正我直接收气。收气。如果打，不是，如果打吃呢？我先搬这个手，搬下边。嗯，他如果挡这个，我搬错边了，就这个、嗯、死了，嗯，搬错边了，要小心。嗯，这样子这一串这边杀气不过，这跟这边杀气也杀不过，杀不过，对，这搬完一挡收气，手筋，嗯，对，啊，哦，谢尔豪和谷子豪都是湖北人。都是湖北人是吧？长得也有点像，好兄弟。嗯，长得也挺像。像吗？我看这观众评论是不是长得像？还不太像，谷子豪瘦一点啊，消瘦一点。嘴型有点像，那都。好，嗯。粘到这儿，现在还没有进行、嗯，但是因为我们还有，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两盘棋啊，嗯、啊，过一会儿还有另外一盘也是比较精彩的对局。现在看，根据时间来看，可能也不一定会结束，是不是？短时间内也不见得会结束。对，那还早。那其实根据我们的分析啊，丁、老师，我们分析是不是觉得大概率会形成一转换？对，转换。转换之后还是。黑棋形势好一些，我觉得 是吧、嗯？就是这盘棋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是黑棋的形势好、嗯。对，但是因为我们还要照顾另外一盘棋啊，嗯、那我们就稍作休息，这盘棋呢也告一段落、嗯。如果以后有结果的话、嗯，我们随时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嗯，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再见。天元围棋。